位于曼谷市近郊的瓦因寺，有着悠久的历史。瓦是寺院，因则意指天堂。人们走进瓦因寺之前，大多习惯在附近的摊子请购庙檐别致的鲜花花串，串串馨香悦目，供养在佛像或尊者神像前，传递着一份深深的诚意。在喇嘛二世的时候，瓦因寺迎来了两位皇子出家，其中一位是日后的喇嘛四世孟库国王，而另一位则是闻名泰国的阿赞多大师。后面的经文，这叫泰国的精华《金那波传经》啊，所以我们好像有翻中文要给各位。然后这位阿赞多尊者，在泰国有两个出家人，一个是龙婆陀，是各位开车的也会去看；那一个代表禅定有神通的这位阿赞多啊。然后阿赞多他是有个讲法是第一世国王，他还没有。他去外国边境打仗的时候，跟一位缅甸的女人，然后怀孕生下来。但是这位国王要回到泰国以后，交给这位女人说：“万一你怀孕了，我给你一个信物。”然后就抱着小孩子来找我。后来生下小孩以后，他就抱着阿赞多来找国王，国王就让这个小孩子出家，啊，但是出家以后，然后后来他也做了第三世、第四世国王的老师。但是他不喜欢做国师，所以他就经常去外面去利益众生，甚至他做了十万个佛牌，其实做佛牌的开始放在水里面呢，就像佛杖一样消除灾难然后后来他打坐有神通以后佛菩萨给他一部经文，他把这个经文呢按照巴利文的情况再把它翻译下来，成为泰国人现在每个人都会背的叫金那波传经，就是金王的意思。这个经文内容，他讲的就是说，你打坐观想的时候，五方佛、十方诸佛都融入在里面头里，然后你的眼睛啊、耳朵、鼻子都是目犍连那些阿罗汉，你的前后左右啊都是所有的经文，所以你整个身体就是三宝的化身。因为这样就把不好的贪嗔痴、把魔都给消除掉，就是这样观想。因为他这样观想而得到大神通，所以他就发愿所以只要有人生病，后面有个水，各位可以去里面去打坐啊，然后牵着线啊，这样的观想他的光，他们喜欢先白线进入你生病的地方。不当萨的南嘎扎米，华阴寺另一知名的圣物
是一池清澈的圣泉，许多寺院的圣水都是由此奔流而出。向来以普施众生著称的阿赞多尊者从未走远，对常时难行苦行的菩萨道精进无怯畏，菩提心的加持恒常注视。我们修行唯一的佛陀自己的禅定的有悲心菩提心啊，地学火功，甚至把自己都变成一种清净，而且对众生有利益。所以阿赞多尊者要我们念这个《金刚藏藏经》，就把自己的身口意都变成十方诸佛诸法诸生融入在你的身心里面，然后呢再来净化自己，来帮助世界。所以就像佛陀他手上的线，就把自己的悲心心灵的力量融入在水里面，变成圣水啊。所以让地球佛光的整个世界都转化。我讲佛教里面讲，就是说人可以改变世界，只要你的心是安住在空性菩提心，那你就能够净化整个世界。所以在水里面也有这个《金刚藏藏经》啊，各位呢，我想各位念《心经》《大悲咒》都是一样的意思。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用那个利他的菩提心，能够不执着一切的空性，那这样来念佛、诵经、持咒，就可以转化你的身心，也可以转化世界里面的身心。心清净，众生清净；心清净，国土清净。我想各位要掌握这个原理，所以说产生出来的就变成一种啊不坏的金刚身，乃至舍利子啊甘露水，乃至佛光，甚至来改变世界。所以愿大家随时保持这样的心态来。愿消三藏诸烦恼，愿消三藏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愿得智慧真明了，愿罪障悉消除，愿罪障悉消除，世事常行菩萨道，世事常行菩萨道。特别阿赞多在泰国最大的传统就是要孝顺父母，所以在他的坐的佛像旁边一定有一尊他的父亲第一世国王，他的母亲缅甸的女子，永远都是他感恩的对象，也懂得感恩自己的父母，进一步感恩所有轮回众生，像我们父母一样。所以我们也祈求现世父母、七世父母、历代祖先、年轻在主、堕胎胎儿，甚至过去我们吃他肉的这些动物，都变成我们肉体的父母，愿他们皆能够离苦得乐。来，那么，那么，命里中，命里中，多佛里，多佛里，说好。